我差点脑溢血。我没有骗影片哦，你们应该就是你们如果看到那种会一直转的，会一直转的台或干嘛，你们应该说我前期开台，你们应该其实会一直转圈圈，其实你们应该也看得很痛苦。那时候其实就是观赏体验极不佳，我那时候就是我今天就是极不佳。我就说，因为小英吃东西是真的很久哦，你们真的又不是不知道小英她吃东西是真的很久，就是那个东西就吃一辈子。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，我看那个时间点，她在给我吃，她在吃东西，我想说，你在节目上吃东西，他妈的假鬼戏人，那你那个饭不是要吃一辈子吗？倒是，她吃东西真的很久、哦，好久的。不知道什么，我没办法想象为什么有人吃饭可以吃这么久。我操！好耶！可是工作人员还是需要的吧？我不知道啊。而且奶哥上一次我在玩 DVD， 奶哥有来，奶哥有来，他问我什么时候变成 VTuber 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其实我也不是 VTuber， 老实讲，如果真的要讲的话，我不算 VTuber。所以我今天才在跟你们，我今天才在问大家这个问题啊，我到底这样子算 VTuber 还是 VTuber？ 一来我不露脸，我没露过脸，然后我也不是，应该说他是一个我的名字的形象代言，对，他我就盖了这样子，但是对，然后二来是，你说捏设定吗？我也不算说没设定的人。就是对，就是如果以一个就是中之人的，如果像这样的表现情况下的话，啊，也不算说没有那个没有设定的啊，而且我还捏得非常非常的随便嘛，对，随便，这对对对，我为什么要质疑？对，随便。你也超随便的，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。跟你未来会不会想露脸，会不会想很不想露脸的想法有关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 VTuber 是，我记得 VT 是 VT V VT 就是这个形象，就是这个形象。对，他不会，对啊，就中之人跟这个形象是没什么关系的，我只是赋予他，我只是赋予了这个形象声音跟灵魂，对，就是声音跟灵魂跟互动感这样子，但是大家其实会发，大家其实应该都有，别就是看我的台应该都有发现，我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其实 VTuber 的言行有放得很开的，对啊，很多 VTuber 的言行是放得很开的，对啊，然后我反正没有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反正没有，我反正一直在顾虑东顾虑西的，对，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对啊。对啊，我都顶着一个，我都想说奇怪，我都已经有一个形象了，为什么我为什么还要去？我应该可以更为所欲为一点，因为这是形象啊，对啊，对吧？那就不用特别定义啊，就算你自己是实况主就好。你就是有 VP 的实况组，那不想要做自己就好。其实我已经越来越做我自己了，除了我已经很努，我已经越来越让大家认识我，我这个人是多么的屁孩吗？你们说的屁孩吗？虽然我是觉得我自己蛮成熟的啦，哦，我觉得我蛮成熟的啦，懂我。对，但是不知道什么观众都会说我刚好蛮屁的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综合病。刚刚那个是来自观众的制裁，是不是？
性别，微量很开放，每个人风格不一样。而说真的，我真的很坦白跟大家说，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的，就是我目前的，就是维持说，我目前我的，就是我的一些，就是对于性别这些或者什么的，会比较，就是性别的那种相处或什么的，我会比较看的，就是比较很，我是超级中立类型的。对，我跟大家说一件很，对，我跟大家说，其实我就是很，我其实很能讲，但就是我会觉得有时候不太好讲，就有时候又不是这么好讲，有时候这个话又不是这么好讲。那有时候讲过头了呢，又不太好，就不知道该怎么，我就是有时候这个，有时候这个，就这个点吧，我觉得就这个点，我会觉得我不太会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捏这个点。对，那至于外地友说的欠扁，我们莉莉安呢、啊？莉莉安说的欠扁，那恭喜你，欠扁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很我，真的很我。我老皮哦，没骗你，我是自己真的，我知道我自己很皮哦。对啊，我知道我自己很皮。只是屁而已吗？屁吗？是皮呀、啊，皮呀、啊，屁吗？我很屁的吗？原来我很皮吗？原来我这么皮吗？我不，我以为我只是比较皮一点，原来我已经变成，原来是屁吗？我自己没有发觉吗？其实有些事情我就是这样，就我都不接受，我都不是太知道到底是我是不是我是我是我我我是我我我，哎呀，话都讲不好了，可怜了。对啊，不太知道，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那个，怎么去拿捏。很棒，很强。喝水，来喝水，喝水，水，各位喝水。所以，我其实现在就是有认真的思考过，如果像这种规，像是我说的那个 DBD 那个规定好了，像 DBD 那个规定好了，就是我跟你说的，人家那个 BT 的那个规，那个 VTuber 的那个，靠，也太痛了吧！那个 VTuber 的那个他的那个比赛的那个规定好了，对，他的那个规定这样子。那如果我真的要报，就我今天就是很认，其实我真的有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我到底要用什么身份下去报名？啊？而且他是说，而且他那个规定前后面有说了，报名归报名哦，还是会筛选。对，报名归报名，其实而且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个现象哈，现在哈开台有形象哈，快要变成，已经快要变成标配了，对。就是开台要你开个实况组，你要有形象哦，感觉已经是标配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很多人看台哦，都不是为了看他在干嘛，都是为了看那个他的形象。